我有看到，我到现在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出场的戏里面，不是那个船翻掉了，我们在水下面，然后他们配了那个西游记里面的一段，你不敢直视我的眼睛，你要是看着我的眼睛，我就不信你会两眼空空来的。我觉得真的蛮适合的，而且那口型和那个每一个字之间的停顿好像都一样。对，就是用各种方式把它弄出来。对。那如果建议网友们去做一个关于仁安乐的2D cosplay，你会希望看到什么？仁安乐变脸，现在其实着重看的就是仁安乐他比较欢脱的一面嘛，就是跟太子殿下的一些比较幽默的甜甜的一些东西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弟子园的那一面。